focus. 我们加油！现在时间4:30，我们来到了嘉明湖山屋。饼干是最重要的，快慢不是很重要哦。来，我们就会直接用餐喽。厨师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。嘉明湖现在放晴，银白色的雾凇也慢慢开始融化了。漂亮，下面的云层，还有冷杉、麻醉木、玉山箭竹，都变成银白色。